啊，两个人要接头了，十二月拉出来，直接将牙皮给反秒了。这波十二月的摇摆身法刚好是躲过了他第一时间支援到正面。其实这一波112的支援速度还算是比较快的了，但是呢，前年的牙皮和十二月分出胜负的时间也太快了啊。 轮被打掉，轮胎之后啊，他这个载具的转向能力是大打折扣。啊啊！车直接爆了。首先，DT 这边是一个分踩，来了一波贝茨啊，愚人的出枪，自由先被放倒，拉出来还有一个打了一波协同枪线，自己左顾右盼没有注意到，随后自己被补。那这一波被补掉之后的话呢 ，RBS 的两兄弟也摸过来了。 那天天只能退到反坡，让近底下的队友掩护一下。远点的啾啾还可以给一些 DT 的跑位信息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机会，该抓的时候就是要抓。愚人第二波要打赢了，这波就会完胜。TMA、露露连打带补一人。ACG 贴到了反坡，75过来直接接车，接下一个侧面的玄子也打成了一个大残。 75正面并没有丢道具，但是远点的幻神的出枪很准啊！悬在防区里面直接被打倒 ，ACG 也是收下残局，还剩两人，旁边有反坡的坑的可以扎的，没盖上去，哎呀，什么车胎出问题了吗？尬住，是的，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啊！打残了对手之后，让 WCG 直接收到了这个分数，上面是有厕所坑的，没有开，着急往下一个反坡去控，对。 小鹿给你想要反绕一波，没想到New Happy 根本没着急，前面打了一波劫。New Happy 就想控制前面很近的位置，不敢停车，蓝圈过来了，直接车速拉满，继续往圈里面去走。哎呦，明明的这几枪 Candy 直接被打下来，因为本身血量就不多了嘛。New Happy 这一波打的是纯正的圈边啊，是的，赌一波。就在这个位置，他得要往坡上走。 嗯，直接上山了。哎，他们打倒一个，他切了燃烧瓶了，听到那个声音了吗？切了一手燃烧瓶，然后直接往前面顶那个块河吧 ，HQ 太贪了不，人刚好扶起来，但是阿童木的出枪直接带走了对手。嗨，这个火都没有拿到人头，感觉这个火丢进去，这两个人头必是三分的。合适准备合，但挪车的时候把队友给撞倒了，好在是近点没有什么太大的危。康内是有人的，天地一听来了好几辆车，先溜。17看这个位置有车，再往前开一点，他要去那个悬崖边上，就是之前老打的这个位置。半坡上，对对对。但这个半坡后面的压力可能会有点大，这个半坡吃侧面的枪线吃很多的。今年 New Happy 接 Perro，Perro 连刀两个，后面还有GFI的枪线。一人跟小组，拿一下鸡龙哥。高点明明还在看南部。Perro这边怕是不好走了不？被夹了。是的，两侧都有。明明一胆人高大，站了半坡上就直接对。一胆人高大，确实很高大，一个人的。好，啾啾守厕所，周平直接野打成了一个大残。三个人，三个人。 这给谁也操作不了，但是远点小组把明明这一分给K了，啾啾打了一波白宫还被淘汰了，匆匆的一个出手，New Happy 再倒金吗？Perro 来了，Perro 还有一个三人小队呢，要往左走吗？对于这边的信息其实拿的是不全的，这边有一个整支的 XCG 的队伍包围圈没了。 他进入了 XCG 的包围圈。是的，因为以 Pyro 的那个北边，听到了，兄弟你没了，被溜了，六幺也补不到枪的这个位置，但是小北马上要吃雷了，给了一枪头，没子弹了，手里是有雷的，来了。 刚好塞到屁股边缘啊，血量也没有打起来，小北直接被六幺的一颗雷给炸到。不过五弟弟的雷也有效果了。WCG 直接过来劝架，那十七顶坡的两兄弟需要架枪的角度有点多。是的 ，WCG 这两波的劝架节奏和时机找的都很好。对，但现在一直在放枪的是 DDT， 这样可能吸引 WCG 更多的注意力。WCG 要来劝架了，自己的背后很危险。
啊，直接压 WCG， 直接压，知道你的操作的空间比较的小，就只有这个小半拉的地方。哇，好凶，但这样风险好大啊！考虑一下，直接扭头打十七了，队友破局了，武器就连打两个。是的，看到谁打谁。不过这一波由于 WCG 的及时出枪，出枪加上 DDT 的一个及时下防啊，反而是活下来了。他又打了一个。是啊，这个人今天午饭吃的什么？这么猛。只剩李 Ghost 一人，卡在了石头缝中。对。DDT 也得到了 WCG 倒地一人的信息呢，这波想要反推回去吗？这个背侧两个大背身，白打一雷，加上自己的枪线，露露在这一局真是力挽狂澜，因为他们的三兄弟在前期掉的是一个，然后现在面对一个三人编制的 TYE 又打掉两人，打好了一穿四了。玉一直在被修，天路这个位置也挺难熬的。是五六七把小鬼给打掉的。十七也被淘汰了，十七这个位置确实不太好动。这个位置又给了露露秀的机会，还有一把连狙在看远点。都以为是在马路的尽头，其实就在自己右侧的反坡。三个大背身，这不乱秀，有震爆弹吗？哎，出枪了，每秒掉人。这样难操作了，他有 pick 的机会。对的，但是这个位置很优秀，现在有闪了，有闪，还有一颗燃烧瓶，对面也是在不断的给闪，要前压了，直接前压过来，头皮 pick 侧面 TYE 出枪的吗？不是，是原点，头顶上 HQ 的枪线，打个电脑来得及。哎 ，K 分 K 分 K 头是，那这样你看六幺的这个意识。啊 ，Spaceman 今年一打一，再摸啊 ，TYE 最后一个，是的，天路也终究没能逃出去啊，没什么办法，要被两个满编队夹起来打了。对 ，WCG 决赛圈有话语权的，对，因为其他后续没有什么队伍在他那个位置停留。是的，可惜了，好像就只有十七从那个地方开车而过，扎到了现在 WCG 的这个 TYE 在坡下面的一个位置。雷滑下去了吗？TYE 反给 GFY 丢雷，还空爆了，加上 HQ 的一个枪线 ，Summer 也倒地了。那 HQ 三个人大脚步往前面去拉，但是左右的摆头阿童木直接先打到对面一个。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双拳难敌四手，最终 HQ 获得了这一侧的一个胜利。但是 WCG 那边也是，但是脚步声一直在漏，可能给不了。好哇，还要对枪勇士，真勇士，对的好。选择一波直接入侵进攻了，侧翼 timing 点直接被抓到，这个侧身漏的一半被抓到了。好在马先锋也打了一个一换一，还可以接受。但梅花桩离 HQ 还是近的。是，哇，马先锋一把 SLRK 直接顶对手脸，喷了一个出奇效，十滴血，卡位再喷对手一个提前枪，要扶人。哇，二打二打一。独狼的直接选择往右边下 ，Ruler 整活一把维克托，先清独狼找位置，没压住，啊，被秒了，活也不是那么好整的，一打二了 ，WCG 有在扶人吗？有在扶，在扶，在扶，在扶 ，M 两百不需要队友了，百子哥直接打下来。